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刚才赵川老师在最后都问了，你们每一个人觉得对方有什么好，你们都说了，然后在听对方描述自己的好的时候，心里什么感受？他说你给你他做那个葱花面的时候，你有想过那件事情会让他感动到现在吗？不会，我自己都忘了。那男生呢？现在想想，可能就感觉还会，就是有那种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想流眼泪的那种感觉。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细节或者小事儿，甚至是留给对方的一些深刻的印象和感受，都会被自己忽略掉。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只是忙着往前走，然后更多的是看到了对方身上的缺点，然后一直在抱怨，一直在埋怨，而忽略了这些细节和让你感动的那些小事儿。当你在审视这段感情的时候，我觉得应该要先审视，我还爱他吗？我爱他什么？我们曾经在一起的初衷是什么？你们刚才就是谈到一点，就是说觉得在一起的时间太快了，就闪恋哈。其实每一段爱情发生都是很突然的一件事情，爱情的到来就像我们走在大马路上，突然掉进了一个井里面，深不可测，这就爱情到来了。可是爱情它分为两层，爱和情。爱就是那一瞬间的事儿，我们爱了就是爱了。情是什么？情是在之后的日子里面，两个人彼此磨合、包容、忍让、理解，度过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无聊的日子，还能相互彼此陪伴，产生出来的那个叫情。可是这个情是基于你们是否愿意为了这份爱付出忍让、付出包容。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那爱情是圆满的；如果不愿意的话，也没关系。我们曾经认认真真的爱过一场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可以了。所以你们两个人其实接下去要考虑，不是说换工作，也不是说怎么样，因为如果真的很深爱对方的话，是可以找到任何的调节的办法和调剂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。一味的说让对方改变，自己不付出，那这样的爱就太自私了。所以你们回想一下在一起的初衷，如果真的觉得在一起的痛苦抵挡不了分开的痛苦的话，那就珍惜彼此。如果觉得真的太累了，那就分开，认真爱就可以了。谢谢。